3月3日晚，范丞丞亮相巴黎时装周大秀，并于头牌观秀。在秀场上，范丞丞身着蓝灰色神话主题印花雪纺衬衫，搭配印花绿色棉服以及黑色牛仔裤和黑色皮靴，颇有18岁的青涩干净之感。而他的青春气质亦是为整个造型带来了不一样的新鲜感，拐角之中不失酷盖本色。